大家好，我是小红，关注老年养生，关心老年人身心健康。观看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女人是一种很可爱的生物，当她陷入爱里，她整个人都如同一颗蜜桃一般，从内到外都弥漫着甜蜜的芬芳。当她和喜欢的男人在一起，他的眼里总是熠熠生辉的闪着光，男人开心，他也会咧着嘴痴痴的笑；男人难过，他会跟着伤心，甚至有时候他收到男人的立即回复，还会开心一整天。和一个真心喜欢你的女人谈恋爱，你会感受到这般的爱，以及来自女人无微不至的关怀，还会体会到正常恋爱关系中那种无可替代的幸福。可是有很多男人却觉得女人不好追，自己不管是做点什么还是说些好话都得不到女人的认可。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女人的心思难猜，而是因为你对女人不够了解，即便她对你动了情，你也感受不到。要想获得一段幸福的感情，你就要学会去观察这个女人会不会被你拿下，她是否对你有好感。肯定很多男生这时候又会产生一个疑问，怎么来观察这一切？今天就给所有男性分享一个小妙招，那就是看女人的肢体语言。如果女人对你有好感，自然而然在荷尔蒙的驱使下，她会做出一些想要靠近你的行为，这就是关于爱情的答案。看《欢乐颂》的时候，应该有很多观众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曲筱绡就是一个撩汉达人。当然，我们也能从这部剧里看出，曲筱绡表示自己好感时所展现出的肢体语言，让赵启平赵医生轻松拿下曲筱绡独一无二的爱。虽然刚开始曲筱绡给观众的印象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形象，但是他喜欢赵医生之后就彻底变了一个样。首先，曲筱绡为了走进赵医生的心里，他会在平时就医的时间里去观察赵医生的言行举止，然后不由自主地去打听找他赵医生的喜好，尽量从赵医生的兴趣爱好和面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上去找到两个人的共同点。接着，他会十分关心赵医生每天的动态，一听说赵医生给病人做手术失败了，曲筱绡就会凭借着对赵医生的了解，就知道赵医生会很痛苦，所以他不顾一切的就赶到了赵医生身边，陪伴着赵医生，直到他心情变好。最后，赵医生终于答应，愿意和曲筱绡一起出去玩。他们两人来到了一个酒吧，对于台上的游戏，曲筱绡也不介意和赵医生有亲密接触。也是从以上的种种行为，赵医生也确定了曲筱绡对他不是抱着一时玩玩的心态，而是真的很喜欢他，所以他们在一起了。由此可见，一个女人你能不能拿下，真的要从她的肢体语言来看。其实要得到一段美好的感情，向来是选择大于努力的，爱值得爱的人，爱爱你的人，感情才能美好。若你爱上的那个人他心有所属，或者不可能为你心动，那你也要学会放弃。女人好不好拿下，只要你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你喜欢的女人是否对你也有好感。如果女人有以下肢体语言，就说明她对你是有好感的。一，总是会不由自主地了解你。如果一个女人对你有好感，那么她在相处中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去了解你。有时候是通过你们俩面对面的聊天来了解你的三观，有时候会去询问你的朋友了解你的兴趣爱好，有时是通过你在社交软件上的动态来了解你的一切。当女神有以上的行为，就说明她在找你们两人之间的共同话题，也是在为你们两人有更多的共同点而做准备。面对女神这样的行为，你就可以稍微主动一些，这样你们俩才会有进一步发展。二，你难过，他会立刻给予你安慰。每一个男人都会有伤心难过的时候，当你表现出自己都不开心时，如果有个女神不顾一切地在这个时候赶到你的身边，陪伴在你身旁，给你关心和安慰，直到你开心为止，你要明白，她已经为你心动了。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女人在你身旁喋喋不休地说话是很烦人的行为。你要明白，女人这样的举动就是在对你表达好感，
他的肢体语言总是会因为好感而忍不住关注你的一切。事实上，其实他已经准备好和你谈一场甜蜜的恋爱了，只要你再稍微主动一点，就能将他拿下。三，不介意同你有近距离接触。每一个女神对周围的人都设有一定的防御层，就算是面对亲密的家人，女人们也同样还是会保持10到30厘米的亲密距离，这样女人才会觉得相处起来比较自由和安心。因此，若一个女神不介意同你有亲密接触，甚至对于你们的亲密接触，她会感到开心，这就说明女人对你的好感是非常的深的，而且在女人心目当中，她已经认定了你，这样的女神就很好拿下。其实原因很简单，她放下了对你的防备，只一心一意地期待着你们美好的未来。这个时候你甚至不需要刻意做什么事情，她就主动将真心交付于你了。其实女人的心思并不难猜，只是她们表达爱情的方式含蓄了一点，但当她对一个男人心生欢喜的时候，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肢体语言的。如果你对女人也有好感，那么你就可以稍微主动一些，向她表示出你对她的喜欢，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一段甜蜜的感情。可如果你对她没有好感，面对女神表达出以上的肢体语言，你就要拒绝，绝不可以利用别人对你的感情做出伤害他人感情的事情。就像歌德说过的那样，谁若游戏人间，谁就一事无成。你若拿爱情当游戏，爱情也会和你玩一场游戏。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颗真心都值得被用心收藏。你可以不爱，但请不要伤害。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如果觉得对您有用，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或分享给身边的人，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呢。